子曰。子曰。蓝猫，我马上选晶石。跳刀了。这盘应该说，前期打成这样，牛币自己是出了很大的问题。女王这个点上，啊，这里肉山还有4分40。哎，这最终末日选择出了什么道具？引刀啊！啊，管是引刀，我觉得跳刀打蓝猫不稳，对，需要引刀在团战的时候找蓝猫的位置。是。而且前期可能要多让他们辅助，等等，就是承担一些眼和粉的负担。嗯，而且他这个引刀的出装，配合这个头狼怪还会更。更为厉害一点，他是要准备把自己打成一个 DPS， 后续可能会考虑强袭，如果先不出的话，他可能会考虑强袭。首先看这一盘，好像是这强袭有点远啊。这个丽娜是第一个 TP 的，所以她可以杀完人之后再 B 走。下一个肉山时间还有，是不是已经三级数？差不多3分钟，狼人吗？嗯，差一点点，马上三级数。嗯，好嘞。选轴前还差一点。这时候牛逼应该是在等肉山吧，等这个肉山之前我跟你开波团，打定这肉山盾就是我的了。首先还是一个祭品假腿 BKB 强袭的出装，现在需要给蓝补一补，赶快出跳，如果蓝猫再更新一个 BKB 出来就有点不太好打。嗯，蓝跳到还是有点远，我觉得他这盘可能直接不出跳。有末日的话，其实有末日九仙是细双先手，不太需要他先手。对，他能先手肯定最好，但是这盘确实是比较惨。他可以考虑直接出生存装，什么推推啊、风杖、绿棒之类的。看他这样子是要做绿棒。看一下现在经济情况，老干爹领先的不多，750，经验5000，啊，找到了，经验好多，直接交大。对，但是这里末日蓝不多，他是追着 A，依靠这个投篮光环，蓝猫继续绕，围绕了这棵树疯狂的绕，哎，没办法，还是被打死。末日是一个二级的大，而且他是引刀加那个投篮光环，暴击下还是很痛的，完全是直接单杀。蓝猫头疼，八个血晶就这样没了。过来排眼，哎，哦，只是插了个眼，那这眼睛马上被排掉了。拉比克不敢来，拉比克过来被这个大招好像打中了，打中了这个大招，直接被打死。说这个大招这么近，这么小的一个范围，这凤凰睡醒了，这凤凰来，还有大的，直接交大秒掉，哎呦漂亮，蓝猫复活赶到战场。蓝猫蓝不多了，蓝猫在收，蓝猫蓝不多了，关键是这里丽娜是收掉冰魂，我们看一下女王，在女王已经回家了。哦，这一波女王状态打空直接回家了。末日是刚刚不在，末日在的话感觉可以继续打。这波蓝猫的复活还是把战局稍微拉回来一点，不过强秒了一个凤凰，感觉有点亏。总体来说还是亏的，自己是酱油加三号位换掉了对方两个酱油。这样一来，莱恩的这个道具会更慢，莱恩是越杀越惨。肉山马上刷新，
哇，对比一下双方酱油，这个差好多。牛逼的酱油真的是穷，这人都膨胀了，膨胀绿血。女王紫渊 BKB， 女王装备感觉还是比蓝猫快。对，那是肯定的。女王打架的话，一般都是出于一个切入，而蓝猫是要主动去找，所以她打前时间相对来说没有蓝猫那么充裕。肉山二代肉山已经刷新，我们看一下狗哥的这个大招什么时候去丢。好像一波，我以为他们要开一波雾啊。首先是完成了祭品，而这时候狗哥的大招还没有启动，要开雾，而这个时候开雾过去可能来不及了。对啊，打得飞快，来不及了。冰魂大招是否要提前发动？先发吧，先放能保证打团的时候。啊，还是被打掉了。还要打吗？还要打。九千一个先手找到了狼人，狼人中了末日，狼人直接被秒。但是蓝猫这一波爆炸了，凤凰的这个蛋，凤凰蛋直接被击爆，直接被打死。蓝猫疯狂的切后排，这里牛逼根本不管，你切我后排，我也切你后排。对，我们互相打。丽娜也走不掉，哎，这个紫苑是给到了火女，蓝猫没蓝了，还有最后一滚，他身上带宝石的有盾。哎，九先跳过来，这样的话，两个人需要啊，还有沙漠日，还有沙漠日，末日没蓝 TP， 没有蓝开引刀，差一点，像就是小狼过来想抢人头嘛。蓝猫最终是收割了战场，完成了主宰比赛。哎，这个女王是怎么？哦，女王刚刚被蓝猫收了，他们在围剿丽娜的时候。丽娜此前吸引到了一个紫苑，蓝猫最终就是收割了女王和这个动作特别难过，说哎呀九仙你怎么走了呀。对啊，我刚才想说他们两个应该一起走啊。这熊猫九仙第一时间跟着那个蓝猫滚上去，就把自己的兄弟放弃了呀。他刚刚如果能就是给到蓝猫一个酒雾，也许有机会可以救下这个末日。上路线是直接让给了蓝，还是要出跳？马上了。嗯，冰魂好苦啊！冰魂马上要成为最苦的人了。哎呦，2223！哎呦，这一波抓的漂亮啊，没避。女王已经避过来要包，蓝猫往这边走，非常聪明。女王应该是被那个眼睛看到了，这里有个眼，蓝猫 TP 能走吗？漂亮，没必，没必，这个太关键了，在这上路至少打两分钟的前来。对，而且是下路还退了一波塔，是牵制了对方五个人，杀掉了蓝恩，牵制住另外四个人，蓝恩的跳刀又要晚三分钟。这波击杀太精彩了，可以说对于牛逼来说是非常非常要命，哎，交大，别交大，女王必走，没问题，开了 BKB 了，对，他是怕被那个拉比克秒取，哦，他是后开的，看到蓝猫之后后开的，刚紫苑给到拉比克了。狼人三级书祭品这样的惨，没有，这波击杀估计再能再早个三分钟左右。嗯，也比我想象的已经快很多了，他复活之后立刻把跳刀钱打够，难道他刚才卖东西了？紫苑给到火女能杀吗？末日是不会交大的，追着 A，BKB 追着 A， 给一个等级炮，哇，蓝交了大招，我又把大招交了，直接打凤凰蛋，看看这个蛋。